树干，用情同乐飞，太卡来上飞，耶！哎呦！强的强，拍的拍，舞的舞，冇用用的。按讲六哦，还有。按用张老爷，因为吼，那个乡亲同乐会吼，下乡来老乡，那个乡亲，都老爷。搭礼拜啊吼，俺们那长衰长，俺们那贤叔啊吼，哦，都让我惊艳到那个木竹啊吼，哦，八个动筋哦，一组一组的，俺哦，俺当当当，好看呐，俺当当当，俺好看哦。看到目瞪口呆的感觉。相信金明义啦吼，俺们那贤叔一听嘛有动精彩的表演，本太假看，嘿，好，先来介绍评审欣赏，曾明竹欣赏。梅生强先生，钟凤仪先生，有冇麻烦哦？好，啊，我凤眼看下伊呀吼，戴下啊吼，看到满意呢？好啊，看到伊个又够看严格的体验。我们今天的来宾，欢迎李秋霞老师。哎呦！国宝级的欣赏咧，你莫安尼讲啊，因安尼我变妈唔点哦，伊请客人讲伊国宝级的，伊讲国宝级迄通喺故宫博物院咧，伊还蛮多啦，在国纪念啦，莫乱讲啦哦，那个真的是算是国宝级的，真的也是非常疼我的一位老师啦哈，哎，金兵爷好荣幸哦，企业边看啊，坐位睇下看太假，我哋接下来看精彩的替主的表演。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分分数，三位评审每个人各有五十点呢。每十点呢，代表奖金100元，一共得到满分5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哦。情歌，六个娘子好。
相思，谈谈该相思，把个水上流啊来哟。爱来消失啊难啊，半家劫财也该来斧头下，两牙跳来剑马带，打死啊脚兵，当地的山脉输来。送上鼓励，哇！你的手跳飞车，就像飞好，很久没看到，很久没看到，最近的魔汉嘛个哈。哦，最近周神你请魔汉，周神你请魔汉，魔汉还有大天发雄青铜刀飞来报名。我真一起手啊，好高吼！之前 DNV 表演呐，就当个天成业的比赛，比赛啦，天成业。哦，给客家的客家的比赛啦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冲对冲组的冠军，哎，这个时候听到冠军要掌声，哎，对冲组的冠军莫简单，因为俺阿人讲，默契，默契要很好。虽然俺阿人看有无短短阿人几分钟，阿人看伊来当好看，系啊，啊，不过现时代哈，经过一道拜千个拜。翻歌白夜安尼排练，你无当作舞台剧来练，你知不知道？真紧的呀，自己说是不是？还好啦，一念一白啦，你就说是就好了。黑啦，猛差啦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看呐，暗辛苦啦，那么精彩啦，是不是要听一下明珠老师讲评？对不对？老师的看法。哎，唔会查两位哈，轻中是咩大班？啊，两位呢？在做东比赛的时间啊，咪在现场评审，啊，所以唱得非常安好。主要两三咪开有多个场图咧，所以呢，紧唱哦，要紧紧发，哎呦，安好，加油哦！哇，金茂先生，受到老师的肯定不简单呢。哎呀，刚来夹夹来看一下，金兵的分数有太多满分吗？老师，请给分。谁么也安详，谁么也安详。做得高一卡哦，你看，看。哎呀，有跳吗？没有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太厉害了。老师，请给分。看下评审欣赏，对那个手挑对冲，在了在了在了，老师你快落后了，加油加油！哎呀，加油！希望欣赏，谢谢。来抽奖一下嘞，来抽奖一下嘞，红包拿出来，夹夹！哎呦，这边得到两千条红包，鼓励一下。希望你继续，你得要继续加油啦。哦，带来那个客家的精神，做得从一道好听的歌曲，好好哦，今天很开心哦。好，刚刚你冲好了款，海族的表演。
秀静以后自我介绍一下好了。好，我来自新竹，我是个客家媳妇。你一开始你就是古筝老师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现在是在做教学的工作。因为其实我刚开始是玩票性的出去，有单人双古筝，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，是一个人弹两个琴。嗯，对。然后刚刚弹的这一首是《望春风》，这是古筝演奏专辑里面的第二张专辑。对对。可是这张专辑的封面，我觉得有一点奇怪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这群猫咪是我养的猫咪。你养的猫咪？对。我其实我最早是养狗，那个后来我的狗狗有一天不小心给它上天堂了，是。那么我自己很哀伤，那么我大概有沉寂了两年吧。那么我觉得我的爱不应该只有停留在那个地方。嗯。那后来就是路边看到受伤的，后来瞎眼的，那么就把它们带回家养。然后后来觉得，我自己这样子退休没有收入，对他们来讲的话，常常上医院就是一进去就是，对，开销非常大。嗯，其实我演出，我在街头演出也是为了他们的。你刚刚在谈那个《望春风》的时候，即使是这个短短的小一短短的，但是从《望春风》里头能感受到，你刚刚有在想你的小动物。对，有画面。是有画面的，是。我们来听看看评审老师有没有画面。好，申琼先生。耶，弹奏呢，行云流水。是。抑扬顿挫的哈，分明非常的分明。嗯。很给这样的感情呢，融入到了的古筝的演奏地步。学习古筝哈，或者修心养性的这种乐器哈，希望我哋的观众朋友的呢，多多来学习来音乐，是为从事很好的人生才是的，是不是？什么先生，老师被你感动到，我们的魏老师真的被你感动到了，谢谢老师。那么看一下这个满满的爱，到底有没有太多满分胜负呢？老师，请给分。很多你给陈先生得到几多分数呢？是剩下你了，庄老师。有爱啊，是五分的满分啊，不简单啊，35年的功夫的呢，要去哪里听啊？当然底下用情同都不抵住了。哎呦，恭喜你，老师，谢谢你来。35年的经验哈，得到这个满满的一个爱心，这是算是我们制作单位一个小小的用心啦。刚刚呢，继续来看下一组的表演。
的身材，咸面的笑容，出彩也能明白。红马它有个一百家，什么也安详爱马达，爱上的是温柔潇洒，爱爱不爱他。一开始都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这位老师相当的厉害，在为我们示范，如果这个柔力球呢掉下来的话，要怎么样表现出临危不乱，然后慢慢的呢再把球挖起来，然后再继续这样子，是做效果的，对不对？有看得出来没？看得出来啊，看得出来，老师，系啊，分享给你个球先生，好冇？哎，哎呀，来了来了。这边还有两枚啊，谢谢哦，邱先生。唐共有柔力球成立有12年一个时间，你还唔系网球呢？圆圆嘅，哎，圆圆呀，啊，左右摆动。我来跳一下嘛，跳麦。你是12年的功夫，哎呀，个要12年的功夫呢。做得。因为当初，因为想当我成立一个柔力球。也是泰迪传过来的。哦，泰迪传过来的哦。哎，唐工吼，你要办呐，要办个柔力球吼。不止台湾在跳而已。对，很多。还有比赛到国外。对，有吗？有比赛到国外去哦。对。好厉害哦，过咸水的嘞。几多名？第四名哈，哎，第四名，第四名，迄全世界的排名，第四名，迄到台湾比天传一的话，就等于前三名。嘿呀，真挺真挺，是不是？第四名真的很厉害耶，他清神期哦。你慢慢来看啊，来谈公平，好吗？好啦，来谈平胜欣赏。哎，做个案呢，应该黑庄老师比较适合来讲。好，这种的那个舞蹈有没有？我算是踢一百捆斗，踢一百捆斗，因为觉得哎。这那个每个人的小拥动哦哈，还有你们的身段也很柔软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刚刚开始我也是跟魏老师又觉得说，哎，是不是黏住的？就是说这个活动有没有作为给小推行推广的？哎，就是说以后会在客家界活动风行。他已经很厉害，哎，更上层楼哈，对不对？单手的可以练到双手啊，我们也有双手啊，有双手啊，球啊，老师可以来示范一下吗？哎，坤坤，什么也安详，什么也安，哎呦，哦。有三排的吗？你爱做得高一哈嘛？爱做得高一哈哦，因为困。阿姨，哎呦，有跳吗？可以有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这个真的不简单啊，尹斌哦，跳粉戏诶，哎，好啦，先看柔力球哈，得到几多分数咧？老师，请给分。来来，罗罗罗罗罗罗罗，又，什么也按。这个分有没有就是加分嘛哈？加分啊哈！哦，我来加分。你们要不要加分？要啦，要啦，要啦，要啦！因为头前有失误一点点。高难度的老师。老师。哦，转两圈呢。哦。哦，很厉害呢，还搭配我的 pose， 我要报名。好，欢迎欢迎，欢迎你哦，欢迎欢迎。
哎呦，加分数哈，得到10分满分啦！掌声鼓励一下，红包拿出来，来，谢谢，好，恭喜上，做得到2000条红包。希望哦，真的要告一段落了哈。对啊，希望哦，你那个乡亲朋友哈，有看到那个才艺表演啦，哈，不是固定的啦，加大天发来报名哈。嗯。哦，今天咩嘿辛苦，三位的评审先生，还有今天的参赛者，乡亲同乐飞，太感恩上天。